加坡的疫情近期都是忽高忽低，而新加坡居高不下的是物价和新加坡的房租。听说房租一年就涨了30%哦。对于生活在新加坡外国人的我来说，再高的物价也要和家人出来找一些经济又实惠又美味的好吃的东西哦。出门在外不错过身边的美食，不吝啬美味的开销，不浪费味蕾的满足，不能阻止我想吃饭。看一下有多少人走路的人不戴口罩，还是有不戴口罩的，但是我感觉还是戴口罩的人还是多一些。哇哦，不错哦。我去点那个吧。好的。啊，把酱撒上去。好的。酱撒上，酱撒上，这个意思吗？两个酱吗？哇，好像不对呀、啊，对不起哎。搞错了，没有办法了，我会不会要被打死啊？我们之前吃的时候没有这个单独的玉米，我都放在一起的。看看，我有汤的，完蛋！我搞错了啊！我给搞错了。咋了？我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给扔里边了。可以啊，无所谓。真的？我们那都是虾仁哦，应该很鲜的。嗯。这样吗？汤的味道。这叫虾仁汤泡饭，虾滑哦，虾滑，虾滑王泡饭哦，虾滑王，你试一下我帮你拌的，嗯，玉米挺甜的，我怎么买不到这么甜的玉米呢？很烫啊，嗯，哇，还可以。虾滑的味道，就是那种，就是虾肉的原本的味道。那还挺好的，应该没放什么添加剂了。嗯，这个汤多少钱啊？6.8。6.8？这么便宜吗？啊？哦，蛮好的哎。嗯、我看里面的虾滑那个球好几个，蛮多的。嗯，哦，应该6个吧。这铁板饭多少钱啊？一共？一共10.6。Hello， 这个叫什么呀？蛋炒牛骨。多少钱啊？6.5。哦，不错，还有肉呢，牛肉炒牛骨。牛肉粉啊。牛肉汤就是牛肉河粉。够你用餐一块。哦。试一下你的干炒牛河。干炒我聊胜。哦。一样的吗？味道差不多，不一样的东西。关于牛肉。感觉这三样哪个最好吃？哟，那下一次就吃那个了，喝汤了啊。嗯。真的不错哦。我们的一餐又解决了，呀！你想干嘛？造反啊？你是拿盘子还是拿勺子？你真的这就是不饿了，吃多了哈。早就吃过。民以食为天，知道不？你要多多吃饭的。好多碗都掉地上了，没事。这种碗碎不了。哎，你什么时候把饮料拿起来喝的？好喝吗？跟那家是一样吗？反正最近喝的那次那家还挺正的，今天这个味道还挺正。是吗？那祝你喝饮料愉快啦。嗯。你是吃完饭喝冷饮，然后吃冰沙呀？对呀、啊。啊，对呀，好理直气壮，
我不想说你啥，我只是说你的肠胃真好。我不是一开始就买冰沙，所以不是吃完饭。我说新加坡这边的，我感觉多半的人啊，新加坡人都是要么出来什么喝东西或者吃冷饮啊什么的，要么就吃完饭以后很久以后再吃这些东西。好吃吗？真的假的呀？那吃完了就是这一餐就结束了呗，彻底结束了啊。好了，跟朋友们拜拜。你看我干啥？好好吃你的浆果吧。好了，吃饱了，我开始收拾战场了。那你快吃呗。哎呀，好生气呀、啊！你说是吧？你不够敬业。为什么？还没吃完呢，你不是？那我应该咋说？你应该把我吃完了照片拍下来。嗯，好了，哥哥吃完了，我们收拾了，让哥哥收拾吧，拜拜。今天哥哥要罢工啊，他不想混了。走一个。吃完的。走啊！再走一个。哥哥说那边收卡真的快没有地方放了，看到了吗？是，都满了。好好好，给你们，拜拜。我也该走了。嗯，要把凳子回到原位区。看看，这么多东西。哦，有，走了，拜拜。